家好，我是多多。你看，我和晒豆姐姐又来玩来了。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可得出来透透气。多多就特别喜欢这样的天。走呀，我们一起去玩呀。晒豆姐姐，咱们玩去呀。你要是不去，多多可跑出去玩了。妈妈，你扔个石头，我给你捡去。看着，多多可厉害了呢，一下子就能把它找回来。怎么有两块呢？是不是石头摔碎了？等着，我这就回来了。看，我说多多能拿回来一块吧。玩累了我就趴一会儿，我在这守着石头，你们可不许拿哦。你要是敢碰石头，我就得咬你。你看我这个小厉害样，厉不厉害？你再碰，你敢碰吗？你碰的时候我就用嘴拱你。不要想偷偷碰我的石头，你再摸一下，我拿鼻子拱你了。你看看，多多守东西守的可好了，又来挑战我是不是？我又拿回来了。你要是再说，我就把它藏在嘴里，不许抢我的石头。多多的爪爪可好使了呢，多多厉不厉害？怎么总想偷我这块石头呢？一会儿多多休息够了，起来还继续玩呢。不要拿跑，这石头要是能吃，我现在都把它吃肚子里了。不要抢我石头，不要抢我石头！你看着，我去把它叼回来。我还放这守着，我要休息一会儿，不要抢我的石头嘛。咱们喝点水呗。阿姨可真好，阿姨在给我们倒水喝。喝完水之后，我们还可以出去玩。妈妈和阿姨都穿可透了呢，可是多多和山豆姐姐还是有点热。玩一会儿我们就得休息一会儿。山豆姐姐是来晒太阳的，她不想动弹。你看，我山豆姐姐就站着晒太阳，乖不乖？可是多多还是希望能够起来玩一会儿。你们给我扔东西玩呀，我再喝点水，咱们就继续呗。多多出来的时候就想释放一下体力，这样回家睡觉才香呢。妈妈，我刚才那块石头哪去了？快点找一找，然后你给我扔一个。多多准备好了，扔一个球球吧。等着，多多就去抓它喽。多多会抓到它的，你看多多厉不厉害？一下子就把它抓回来了。有什么香香味呢？多多好像闻到了一个香香的味道。妈妈，你来看看呢，看看这地上有什么香香味。多多都不想玩游戏了，快点来看看呀，我在这等你。你要是不过来，多多就去找你吧。我来陪着你，然后咱们去看看，快点去吧。